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欢迎收看《飆股急先鋒》，我是主持人张怀慈。今天台股呢又是上冲下洗，走势蛮震荡的一天哦。早盘呢一度是跌破了月线17003点，不过盘中又翻红哦，一度是逼近了17100点。不过中场呢是仅上涨了2点，力守在万七的关卡。明天盘势有怎么样的变化呢？赶快替你请教专家。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林中祥，中祥老师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再来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颜志恒，志恒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中祥老师，这段就要请教你哦。今天台股走势是还蛮震荡的，不过资金追逐的焦点还是在 AI。但是 AI 呢，有的时候是涨伺服器，有的时候是涨 IP 哦。这个类股轮动真的好快哦。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掌握操作的节奏，可以让我们的资金有最大化的效益呢？好，首先我们看一下哈，经过了一个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投资朋友心情也沉淀了啊，就在想礼拜一该怎么做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有没有加赖？你加了之后，你就知道怎么做啦。中祥老师，上个礼拜大盘重挫300点，我告诉你的股票涨停板大涨。啊，重点是今天你的股票有没有大涨？对不对？这是最重要的嘛。那加赖我会不会告诉你？啊，还有。有钱人之所以有钱、啊、做他想的跟你不一样。老师，那股票涨很多了，我不太敢买。啊，越不买的越涨，啊，你越敢买的越不会涨。老师怎么会这样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一一验证一下。来，同学看一下7月12号，当时智元的股价还在250块，我是不是告诉你有机会来到400块？今天最高来到400块之上哦，那你400块还要追吗？不要嘛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我跟你讲的时候200多块啊，对不对？这是12号啊，13号的时候我继续告诉你啊，智元最高来到286啊，300块以上再来谢谢我啊，对不对？各位来看一下。智元告诉你涨停板295啊，再来谢谢我啊，再来看到智元，再来谢谢我啊，智元再来谢谢我啊，结果一直到今天的智元，看一下，今天智元在哪里？在这里，看一下智元，今天最高来多少？400多块，老师。你有追吗？没有追啦，对不对？要追什么？不对啊！来，给你看一下，他从多少？从我告诉你190块，每天告诉你拉回都是买，拉回都是买，拉回都是买。今天来到403，老师还可以买吗？加赖好不好？加赖就知道了哈。那老师有没有底部起涨，跟智元一样？在190块位置的，来，同学，给你看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是上个礼拜五盘前，这里有写几只，对不对？老师，艾普哪时候会动？我待会再讲，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金星科。我告诉你，应该收红 K， 对不对？啊、我告诉你金星科，对不对？盘中最高477.5，港商野村买了116张，在470，摩根大通买了40张，瑞银买了146张，台湾摩根买了53张，都在465到470，对不对？同学，礼拜天我告诉你什么？金星科开低走高收红 K， 外资买在这里，开盘价必须突破454。我有没有讲在前面？我有没有讲在前面？对吧？上个礼拜五你敢不敢买？那不是重点。今天你有没有买？差1块钱涨停板，来看一下金星科。好，今天开盘价多少？
有没有突破454？456.5，开盘价就市价买啦，拉到差1块钱涨停板。我告诉同学啊，这一支股票底部刚刚开始起涨而已，底部刚刚开始起涨。那底部刚刚开始起涨，通常来说不是涨50%就是涨1倍啊。我告诉你，通常不是涨50%就是涨1倍。老师，金星科是做什么的？大家不是说 AI 吗？金星科就做 IP 的、啊，加赖，我会告诉你啊，加赖我会告诉你，好不好？加赖我会告诉你，来看一下啊，加赖，来各位，加赖我会告诉你，来看一下有没有金星科业绩大爆发，上半年，对不对？上半年。年成长超过15%，重点是他现在有2个大客户，非常非常大的客户，这两个大客户下单给他，他做什么？他做这个所谓 RISCV， 他专门收权利金的。我告诉你，专门收权利金的有谁？专门收权利金的有利旺。利旺的毛利率多少？我们看一下嘛，啊、哦，各位，利旺毛利率多少？来看一下，金星科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给你看一下，好、哦，毛利率很高的哦，各位，你不能毛利率很低的哦。利旺的毛利率多少？来，我们给你看一下 ，FC， 利旺的毛利率100%，所以它的股价可以到2000，对不对？再来，我们看一下毛利率第二高的，哎，我告诉各位同学哦，四星的毛利率才20%哦，不算很高哦，股价虽然创新高哦，但是因为接单比较多、哦，来，各位 M31，我600块有没有告诉你一定到1000，对不对？啊，后来是不是真的到1000？它的毛利率多少？100%，我没有骗你吧？100%嘛，我们看一下金星科的毛利率。99.9%，哇！全中华民国毛利率第三高的公司就是金星科。利旺从几百块涨到2000块，拍拍手，给他拍拍手，对不对 ？M31。500-600块，叫你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买！我跟你讲，一定要买。500-600块涨到1000多块，拍拍手。现在金星科，你看它的毛利率99.3%、99.5%、99.95%、99.96%、99.93%。同学，是不是底部起涨？你自己看。好，我再把它稍微放大一下，稍微放大一下。我告诉你，这种股票一涨啊，就是5成1倍。稍微放大一下，毛利率这么高，我们用周线来看，本周刚刚突破上周的高点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高点绝对不是高点。所以，为什么钟翔老师是一档接一档？很多同学来找我，赚50%赚1倍，他们都说老师你真的好厉害啊！我随便跟你一下，我就赚50%赚1倍啊！老师，我前面跟你什么？我前面跟你的就是这个，致远，对不对？从100多块到400块。老师，我跟你那个威盛，不小心。天天涨停板，从80块到150几块。老师，你告诉我，伟创 AI 的上个礼拜五涨停，今天又继续涨，今天又涨10块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告诉你，广达今天又涨停，英业达今天又涨停，怎么办啊？加赖嘛，对不对？四星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四星，来看一下四星好不好？同学来看一下四星，
今天有同学打电话进来，各位，你只要愿意打电话进来，老师都会帮忙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有同学打电话进来，老师我要做四星限股当冲，我说没什么量，你不要做，没有价差。你看今天四星有没有价差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四星从多少钱涨的？你知道？啊，500块，涨到2300，对不对？啊，创意呢？从多少300块，涨到1900，对不对 ？M31。因为我上节目的时间在这里啊，这3个月才上节目。其实前面300-400块就买了，后来500-600块跟你讲，哎，涨一倍，300-400块到500-600块涨一倍了，我说还能买呢，结果上来了，对不对？金星科，老师今天差一块涨停，明天会不会涨停？加赖就知道了吧。老师，我有资金，能不能买个2张？我的客户买66张，今天一天66张，大概40块嘛，66张40块，200多万，钱多好赚，只要你挑对股票，对不对？金星科的毛利率99.9%，利旺的毛利率多少？100%，对不对 ？M31的毛利率多少？100%。一家毛利率这么高的公司，今天利多刚出来，接到大订单，你认为今天是你买的吗？不会吧？你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拉到快涨停。老师，你再不买，我告诉你，明天开高走高涨停板，你又要追了。老师，明天能不能买？加赖。老师，明天能不能做限股当冲加赖？哎，这个限股当冲很好玩，一天价差30-40块，明天搞不好40块的价差，40块的价差代表你做一张就赚10万，10张就40万。同学，要不要做？随便你，我没有意见。啊，老师，明天会不会涨停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今天晚上会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同学，金星科开盘价454，老师你怎么这个连开盘价都算得这么准？你看他今天开盘价多少？456.5。你今天敢做，你开盘价就买，你到收盘价赚多少钱？20几块，到盘中高点赚多少钱？20几块，将近30块，开盘价就买，因为它突破缺口嘛。啊，不是有老师在这里告诉你说，上面这么多一个卖出讯号，这么多卖出讯号，卖出讯号，当它跳空突破的时候，是不是全部变买进讯号？同学，来。注意看喽，19号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金星科、港商野村买了116张，在470；摩根大通买了40张，在146。啊，不是，摩根大通买了40张，瑞银买了146张，都买在465到470。今天开盘价多少钱？今天开盘价开不高啦，没有开涨停啦，456.5。你敢买吗？你不是我的同学，你一定不敢买啊，搞不好你还去放空啊，对不对？他明天开盘价会多少？买了之后盘中会不会攻涨停？加赖，好不好？加赖我会告诉你，一档一档的做。利旺你错过了，涨了1000块钱，你错过了，你真的错过了。我讲真的，你错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利旺你错过了 ，M31你也错过了，金星科你要不要错过？毛利率99.9，明天
会不会涨停板？加赖，好，我们现在交还给主持人。好，谢谢钟翔老师哦。这些 AI 概念股个股的进出场节奏要怎么掌握？而个股又应该要怎么挑选呢？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听你分享。欢迎回到飆股急先鋒，鍾翔老师，这段我就要请教你哦，因为这些 AI 概念股，他们股价感觉只有更高，没有最高哦，真的是好像有点没有极限呢。所以你不要说这涨得这么高，投资朋友不敢追，就连我有朋友说他有计价，他已经快要抱不住了，他不知道该不该卖掉哎。所以到底在选股之上，我们应该要怎么选才能够抱得比较安心，或者是我们买的比较有办法买下去呢？好，这个问题全市场都在讨论，每个人都告诉你 AI 会泡沫化。然后很多同学就去放空 AI， 越空越高，越空越高，越空越高。现在已经，就我所了解，市场上已经快要出现放空的投资朋友被证券公司追缴，追缴要缴钱，因为你放空了，涨了快一倍了，然后你要缴钱，你不缴钱，他要把你断头，那你的所有的心血，你所有的资金，你所有的财产全部归零。你不喜欢做多也没关系嘛，你不要去放空嘛。那你说老师啊，你讲的股票都涨一倍啦，我真的买不下手啊。老师还没有底部起涨，将来会涨一倍的嘛，那我最少赚回来啊，对不对啊？我是不是告诉你金星科，你看一下，老师，它会一倍吗？以前金星科股价600块的时候 ，M31 600块，500多块。现在 M31 已经来到1000多块了。金星科现在刚刚要突破500，你可能会输吗？不可能会输。那你会赚多少？加赖，可能100，可能200，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。那很多同学就在问啦、啊，老师，那为什么最近啊、哦，这个哈、哦，哎、欸，艾普都在300块附近？你看他今天收盘价刚好300，他礼拜五上个礼拜五对不对？开盘价280、290几，突然就拉到300多。啊，老师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看一下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外资有在买，但是投信一直在卖。老师为什么投信要卖？因为投信有发行一档 ETF，
这一档 ETF 里面有艾普，有艾普，我讲真的有艾普，这一档 ETF 也里面有艾普。那有艾普，那这一档 ETF 他要把艾普剔除掉，所以投信一定要卖掉。那投信现在最高的时候，投信最高的时候有6000张，现在已经剩下大概2000张出头了，所以已经卖得差不多了。那什么时候会动？加赖。所以我跟同学讲，如果你买艾普买在300块附近的，就算你买310啦，好不好？你就不要理他。那什么时候会动？就像我会员扣讯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会员扣讯，一扣就是大涨。你看 M31 买在605嘛，对不对？605啊，625啊。艾普买在290嘛，当天就拉到310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就等我的扣讯就对了。那我今天的扣讯。好，我今天的扣讯要不要给你看？我们比较诚实的话就给你看，好不好？诚实就给你看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个是我客户，金星科有几张？有没有看到？我客户参加哈，都有加入我的 LINE。我讲真的，我们带所有的客户会员。不是同学啦，同学你现在如果有参加的话，你就记得我们会加赖，我们跟你讲怎么操作，那可不可以做当冲？如果可以做当冲，我问你啊，你今天有没有赚钱？来继续看下去，技嘉，老师，技嘉都来到350了呢，技嘉都来到350，老师，我今天当冲哎，哦，这里买这里卖，好爽哎，看一下，这叫什么？广达，240几的呢。老师，这里买这里卖，好爽哎，对不对？啊，英业达，英业达今天也涨很多了，英业达在这里，好。它算涨比较少的，因为它的股价被警示。很多同学要问老师，被警示的能不能做现股当冲？不行。但是能不能做融资融券的当冲？可以。你可以融资买，融券卖，但是一笔当天最多进出29张，单笔9张，你还不能买10张哦。你要买20张的话，你要8张、4张，或是7张、6张，9张、2张也可以。这么好的行情，你不来找我，你不来赚钱，啊，你都用看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看能够赚钱吗？对不对？来，这重点了，来看一下。上个礼拜四嘛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四晚上嘛，我是不是告诉你，啊，智源、威盛、新唐，你都要注意。上个礼拜四嘛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智源、威盛、伟创全部涨停板，我都事先讲的。啊，我昨天在这里讲什么？昨天在这里嘛，智源、威盛嘛，对不对？还有英业达、广达、技嘉嘛，技嘉我没有写。同学，这个是7月23号告诉你的，广达、技嘉、英业达，我只写3档哎。同学，我不是写30档，我只写3档哎。来看一下，今天英业达。老师，你不准了、啊，英业达涨太少了。广达有没有涨停？技嘉有没有涨停？我只写，这是礼拜天写的，
我只写英业达、广达、技嘉拉回买。你今天有没有买？你今天有买，你今天涨停板就是你的。你今天有买，你今天涨停板就是你的。你今天就很爽。来，我还写金星科，开盘价454，有没有看到？你们都不相信我了，只有我的同学相信我。454，开盘价456.5，之后涨停板差1块钱。啊，明天会不会涨停？同学，加赖，我股票不要写多，我写太多哦，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做。我只写三档股票：业达、广达、技嘉。三档全部涨，两档涨停板。IP 股，我写金星科要开始动了，金星科差1块钱涨停板。那你要说同学有没有买？有哎、欸，今天同学有买哎、欸，老师你加赖哎，加赖有没有？加赖哎。今天有人买啊，有人问到光宝，光宝我会说明。好，谢谢林永堂老师，更多的盘势分析，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《飙股急先锋》，再会。